三千压杀傅九云的虎狼之子。小川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可是得到我的人得不到我的心。得到你的心干嘛？大人我要的就是你的人。好香啊，吸了什么香？我可以吻你吗？既然衣服都脱了再让你穿上，岂不是要怪大人我不解风情了？看样子我还是盯紧一些的好。你想让我救你？嗯。有什么好处？我愿意献身。小骗子，我会让你无话可说。你们把我要来要去，你们把我当什么了？你是我最爱的小侍女。